各位观众朋友，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节目》。很多人在忙碌的生活当中，常常以音乐可以调剂身心为理由，热衷于上KTV唱怀高歌。但是时下一般新潮的流行歌曲，只能刺激人们的感官，暂时给予心灵上的兴奋，并不能真正填补精神上的空虚。而佛教音乐不只是用来弘扬佛法。 它优雅的韵律还可以开启人们的心智，促使菩提的种子在内心发芽茁壮。我们现在就恭请圣严法师带领我们认识佛教的音乐。我们人呢，从生起来就会唱歌，所以是儿歌哈，很小的时候就会哼哼哈哈。 我们也看到动物啊，任何一种动物，它们都会唱歌。它们甚至没有语言呢，就用很简单的歌声呢来沟通它们自己彼此的感情。人与人之间呢，有的往往啊不懂彼此的语言，但是呢，唱着歌的时候。 都感觉到好像是彼此好像能够通的，因此音乐本身呢，是属于人类啊是基本的互相感情沟通的一种啊通用的交通工具。可是呢，正如问题之中所说的，一般的音乐呢。 就是现在的流行音乐，不是说现在的，就是古时候的流行音乐，都有具备两个问题，也可以说是正面的，也可以是负面的啊。正面的来讲，可以疏解人类的这紧张的心情呢、啊，能够调剂一下枯燥的生活。可是呢，一般的世间的音乐呢。 可能会带来两种负面的影响。第一种啊，就是使人非常兴奋呢、啊。那这兴奋以后，这本身就是失去一种啊理性的稳定。另外一种啊是忧郁悲哀，就是哀歌。那么悲哀的这凄凉的。 一种音乐呢，能够使得人呢产生呢觉得非常的落寞感，非常的无奈感。虽然也可以安慰一些啊正在落寞中的人，有一种啊同病相怜呢的一种心情，好像有得到听到知音的一种感受。可是呢，本身呢并不是一种啊。 能够使人净化的，人心净化的作用。那佛教的音乐来讲，在印度啊，就有一种啊，叫做梵音。梵音的意思，梵呢是双木林下边的一个凡夫的凡啊。这个字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一个字，在印度啊。 叫 Brahman， 那就是清净的意思，能使得人呢，从说七情六欲的情绪而得到净化的呀一种功能，所以净化人心的情绪，而变成了一种慈祥、和谐。 和清新的一种，我们叫做理性也好，或者是不叫理性，叫它慈悲也可以，叫它纯粹的、清净的爱也可以啊。所以这个佛教的音乐叫做梵唱，又叫做梵拜，这有这样的功能呢、啊。那我们呢？ 听到
在印度的古梵音乐的这个机会不多，那么我们在中国呢，佛教的音乐啊，据说是在啊三国时代，曹操有一位啊才高八斗的儿子，叫做曹植建，也就是曹植啊，他有一天呢，在山间呢听到有一种啊。 天籁声，就是从天上来的，天空中来的一种音乐，在我们人间呢，过去他是没有经验过，也没听过的。那因此呢，他就给他称为梵乐，叫做梵唱，又叫做梵呗。这个是我们佛教音乐的开始。那因此呢，在配合运用。 中国原来的这个音乐的理念呢，来演唱或谱出啊一个特殊的、比较呢亲近的、和谐的、和乐的这种啊，叫梵呗出来。那么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？那么现在也可以是可以讲失传。 并没有啊留下任何东西来，所以我们现在佛教的音乐呢还在摸索之中，还没有形成一个说固定的形态。我想渐渐的啊，佛教这个寺院里的所用的音乐啊，渐渐会变成比如说合唱团的样子的啊，比如像天主教、基督教这个在正道在讲道之前呢，有唱诗班那个样。那我们现在呢？ 大型的聚会，我们法鼓山也在用，可是我们平常的这个早晚课里头啊，我们还是传统的佛教的梵唱，渐渐的，我想会调和起来。但是这个音乐来讲，主要的呀，梵唱叫梵呗，是清净、和乐、和乐、和谐，然后呢，使人呢能有稳定性。 使人呢产生了清新感，这个是啊佛教的音乐的特色。我想可能讲的我是一个外行的一种讲法了，这个我想要请教啊，专家们这个给我们呢多多的指教，来多多的想对我们的佛教的音乐啊多花一点心血啊，加以改善，加以改良，加以创新。阿弥陀佛。